一会儿战争打响之后，我和老屈还有王政委从正面进攻，小燕、火山，你们俩各带一队人从侧面迂回，务必将这伙匪患彻底歼灭。明白。听着，如果能遇到他们的特务头子，能活捉最好；如果不能，立刻当场击毙，绝不能让他们跑掉。明白。好了，快去准备吧，总攻马上开始了。队员要出去吗？嗯，你们给我加强警戒。是。注意，树里有人。我去。司令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啊！司令，共产党打上来了！什么？哎，老陈，那共产党打不上来吗？周处长，不是，你对共产党比较了解，他们是怎么对待俘虏的？共产党对待？哎，这老陈，这肯定是廖杰搞的鬼！够了！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。好了好了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上哪组织去吧？你投降吧，咱们。你们两个，去把陈小金给我干掉，快！陈小金轮不到他们。林彪，就不要犯傻了，公安到走，快！走走。每秒一万，到你们走。都是小喽啰，关键是要抓到沈阳佐他们。老徐，掩护，大家跟我上！掩护张县长！小海的解放军，
你们俩组团没有？没有。小燕，这里交给我，你跟华山到那边去看看。是。 说，陆团长逃跑了，案都在哪儿？在议事厅。 人呢？他们从暗道跑了，立刻下暗道追啊！。小组应该没跑远。华振，你带一队人从山路绕。 是没有任何小海的消息吗？王政委啊，真是太可惜了，又让那个姓沈的逃跑。你放心，他跑不了。哎，快走！ 解放军马上就追上来了，领导，你带老周、柴老二往那边走，半山腰下有个秘密联络点，天黑之前我们在那里汇合。叶文，这边。是。 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剩下的人跟我走。 休息一会儿，保护司令。走。
记住了，一会儿我周身要走，明白吗？是。都带走，走，走。司令正埋伏了，在哪？就在后面。你告诉他，和我去求司令。走，走。很惨吗？你怎么来的？行啊，有两下，居然抓到了一个女共党。这个女共党我认识。共军的处长乔燕，李文，哎，这个你拿着。宇文，你现在大家走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是。走。是怎么知道上山路线的？你们的队伍里边有我们的人。陈少杰？不是。那是谁？周凤悔。不可能，老周是不会替共产党办事的。
八五知道周芳怀想用这个。这是你要的照片。哈，你看看赵队长，还是一脸的严肃。你要照片干什么？有了这张照片，周芳怀必死无疑。少杰，你记住，你一定不能大意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，你就放心吧。乔大处长，行了，我先走了。少杰，怎么了？组织上让我和……坏了，有人来了。自己保重啊，我走了。小志，你没事吧？别抢，兄弟，自己人。谁跟你自己人？带走！我死了！哎，自己人！司令，我刚才清点过人数，跑出来的兄弟不到40个。这次我们打败了，是元气大伤啊！啊，
没几年的功夫恢复不过来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啊，赶紧和台湾方面联系，把那些少壮派的多弄来几个，进行反共救国啊。像你我这把老骨头啊，还是赶紧回台湾颐养天年就得了。你真想去台湾？老陈呐，当年咱们是什么样，那共产党，你看看现在我们给共产党打得到处乱跑啊，啊，这是晚节不保啊。司令，你抓到谁？陈少杰就在门外。弟兄们都在啊，没给共党抓着啊。啊，住手！老陈，糊涂了，这玩意儿还帮他？陈少佐，给共党通风报信的人不是我。那是谁？周芳。你放屁！你进来，老总。周芳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啊。哼，我干过什么，我当然自己最清楚了。把周峰怀的枪给我下了。老陈，哎，老陈啊，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啊，你相信我还是相信他呀？我谁的都不信，哎，我只相信我眼睛看见的。看看这个吧。给乔燕传递情报。不不不不不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陈少杰，我知道了，陈少杰那天晚上用电台是联系乔燕，两人设计陷害老子。周凤华，陈少杰那天晚上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他不可能用电台。别糊涂啊！啊，他那天晚上把你灌醉了，他可以悄悄跑出去，用完电台再悄悄跑回来吗？别糊涂！陈小姐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我有证明周芳淮是共党内线的证明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我看看。这些照片是我让柴组长暗中跟踪周芳淮拍下来的，你们都看看吧。司令，是我拍的。这个人你们都认识吗？周发白假借到黑市去换取黄金的机会，其实是暗中跟剿匪总队的赵东方在接头。老沈，你别信他，不是这样。照片里面那不是赵东方啊，那这怎么可能呢？你陷害老子，啊？周发淮，行了，别再演戏了，就赶紧招了吧。啊！老子跟你拼了！哎！在偷袭凤凰岭的战斗中，同志们发扬了不怕流血、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，这一点是值得充分的肯定和发扬的。啊，从战斗双方的伤亡对比情况来看，沈耀祖一伙被剿被俘的人数达400多人，其主要战斗力已经被消灭。同志们，可以说凤凰岭一战，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尽管这伙匪患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了，但是沈耀祖、梁英桃、陈少杰这些匪首依然在逃，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将这些人缉拿归案。好，战斗总结就说这么多。老徐啊，你是不是说几句啊？啊，我说两句啊。同志们，凤凰岭一战虽然留下了一些遗憾，但是我觉得取得的成果还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毕竟端了他们的老窝呀。啊，这应该算是一件喜事啊。今天呢，我还想说，咱们剿匪总队啊，还有一件大喜事啊。还有什么喜事啊，曲副队长？啊，从军区警卫营借调过来的黄山同志和我们的乔燕处长准备结婚了。黄山同志很快就要和乔燕同志组成一个革命家庭，这是不是一件大喜事啊？啊！老赵啊，啊，双喜临门啊，咱们抓紧时间把他们的事给办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哎，这位，你能稍微往你的爱人这边坐一点？哎，这位女同志，请往你的爱人这边坐一点。
志，您能快一点吗？我们还要上班呢。麻烦您了。来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个案战友们，黄山同志和乔燕同志的成亲仪式现在开始。好。下面有请主婚人赵东方同志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同志们，今天呢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乔燕同志还有黄山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，让我们以新中国的名义见证这一历史时刻。啊，革命的路上有你有我，结婚是为了更好的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所以啊，我希望你们有了小家不要忘了大家啊，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。啊，我代表剿匪总队啊祝福你们，两位。同志们，干杯，干杯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啊。下面由我们一对革命的新人给大家发水果糖和花生。好，来来，马上马上来。哎哎，马上马上来来来，先生，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？快点啊啊！悲伤在你我之间表演，幸福和胆怯一起沉淀，感情还是逃不过终点，在这个寒冷冬天，看着你开始陌生的视线，试着用眼泪代替抱歉，整个世界孤单在蔓延，是谁埋葬了永远。梦还是败给了时间，等不到爱情春天，在这个浪漫季节我们擦肩，两人故事从此被搁浅，看着窗外最后一片落叶消失在我的视线，爱情的冬天。这个寒冷冬天，看着你开始陌生的视线，试着用眼泪代替抱歉，整个世界孤单在蔓延，是谁埋葬了永远。在这个浪漫季节我们相恋，却又亲手撕碎了诺言，山盟海誓败给了时间，等不到爱情春天。在这个浪漫季节我们擦肩，两人故事从此被搁浅，看着窗外最后一片落叶消失在我的视线，爱情冬天。在这个浪漫季节我
有些事，你可能这一辈子都得不到。但是没关系，这是你的本事。看着窗外最后一片落叶，消失在我的视线。爱情到冬天。 少杰，少杰，别走，别扔下我一个人，别走，别走。此时，黄山的内心空荡荡的，他回忆着自己的过往，为了乔燕，他可以放弃尊严，放弃一切，甚至生命，而他。 却没有因此期盼过任何回报，在黄山看来，只要能让他默默地陪在乔燕身边，默默地看着乔燕，就已足够。然而，命运让黄山与乔燕结为了夫妻，但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，黄山明白了，其实自己在乔燕的生命中只是个多余的人。黄山，乔燕。 山依旧沾起火，我赴汤蹈海，创业艰难百战多，无悔今生我去已成人。藏历山河，我们深爱。
董先生啊，感谢你为成渝铁路、为西南人民所做出的贡献。你的慷慨解囊不仅会受益于人民，也会造福子孙后代的。这个人叫董文昌，你要想办法接近他，然后……哎呦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要是能把那批炸药交给剿匪总队啊，我觉得就差不多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把炸药藏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